由万代最新发布魂限定 Metal Robot 魂命运高达 Spec 2，售价18700日元，预计2024年7月发售。这都不算重点，重点是接下来同时公布的两款配件包：魂限定 Metal Robot 魂命运高达 Spec 2专用光翼特效件套装，光翼展开翼长约为40厘米，附有多款攻击特效件与武器，售价7150日元，预计2024年8月发售。魂限定 Metal Robot 魂命运高达 Spec 2新武器配件包，产品可独立作为飞行形态行动，独立飞行形态下总长度约为45厘米，与主体组合的形态下会附带专用的地台支架，炮身上多个导弹舱门可展开与闭合，售价19800日元，预计2024年8月发售。